我们又见面了。要说最近娱乐圈的事儿啊，那确实有点多。李兰迪以文化课第二的成绩。王鹤棣的《流星花园》呢，也在湖南台热播。但是最近的快本中，谢娜说李兰迪和熊梓淇谈恋爱，她说王鹤棣追自己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介绍我的另外一位得力助手，这位同学多年来在学校奉公守法，对老师真的是言听计从，在外面结婚生子。掌声欢迎谢娜同学，我们的纪律委员。总的来说，我们班的这个同学还是不错的，还不错。但是他们有任何纪律的问题，我全部都记下来了。是吗？今天有什么小报告要跟老师说吗？多年前的事情。歌写的很好呢。第一个，不理他，陈思欣偷偷谈恋爱。哎呀，看不。这都是我跟踪而来的。这样子。还有呢？熊梓淇、李兰迪偷偷谈恋爱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还有呢？朱一龙、白宇，上课老说小话。王鹤棣更过分。王鹤棣在推我。姐夫做这个例子好出来说吗？想要两个冰淇淋收买我，是这样的吗？这不可能。只有一个字，纪律委员追杀你。原来啊，是追杀娜姐呀、啊！吓得小编我打了个激灵。熊梓淇和李兰迪其实也就是和谢娜开玩笑的。大家有看过这期的快本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喜欢小编视频的朋友们，欢迎点击关注综艺最强音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搜索综艺最强音关注订阅我们了。